最近陈道明和他的几位好朋友一起在外面聚会，并且被别人拍到，同时还将相关的照片上传到了网络上，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陈道明和他的几位朋友的穿着都非常的厚实，几个人都纷纷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，可见当天还是非常的冷的。从抓拍的几张照片中可以看到，英达的身材非常的魁梧，比他的好朋友高出了将近一个头，而网友们也是很难看到这几个老戏骨们同聚在一起，都发表了不一样的感慨。几个人在聚会结束之后，纷纷地从饭店里面走了出来，并且陈道明好像是喝醉了，只见他拉着英达，两个人相互笑着对对方说着话，一路上有说有笑的，看起来就是交情非常不错的样子。其实除了这次被拍到以外，两个人还被拍到过好多次一起去聚会，可见两个人私下一直都保持着非常不错的关系，相信这样的友情在娱乐圈里面也是非常难得的。这几位演员不仅演技好，实力突出，并且为人也是非常的受人尊敬，未来希望他们能够一直这样保持快乐的状态吧。